OK OK， 极度救援，极度救援，我有买万波了。虎哥，不要给我！虎哥，虎哥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有换衣服，不要叫那么大声。等一下，你要脱衣服吗？不要，不要。是我们难得下来的屁桃，连我们的剪辑师都不太认识屁桃。需要什么？笔，笔，红笔吗？红色还是金色？还是毛笔？还是黑色？大张的吗？我垫一下好不好？这太小了啦，好好，不要了，不要。你是不是他们两个都出去工作，所以只有你可以下来解释？没有，那就是被迫下来。老师要上课了吗？没有，舞台人说第三年跟第七年是短文，大玉，可是不是第三年跟第七年才信他，是你从头开始信，你信了第三年是短文。没有人一信神明就能够大运的，没错。安娜被大运嘛，是爱家己努力。第三年是从今年开始算，还是明年龙年开始？明年的开始。哦，开始算第一年。舞台神要做彩的靠山。哦，彩的靠山。那个妞妞做的是贵人，刚完拄着好人，刚完拄。也不要脑子空空的，脑子空空的，要把自己的脑子塞满，要有做法，要有做法，不是这种做法。拄啊好行二十冬的好年，二十年，头第三年甲第七年是关键，关键，关键，然后一冬信着咧，是，你若要好斗三年，你要信伊，你袂使讲，今仔日我要信。遇到代志我袂想，遇到代志我得摇。哎呀，奇葩，这个不代志啊，无啥难。哦。这个不代志，咱无正厉害。我来拜佛祖，我来拜太祖神，我来拜日本神。人会遇到无好的代志，是你的磨练。你过袂了这关，你命还有救。自己的坎要自己过，如果过不了，神明也帮不了你。怎么自我介绍来说？因为你最可爱啊！哎，这跟可爱没有关系啊。都叫流年的安诺。主题。金鸡微凉。刚好身价是十二个，代表什么？就是邓紫棋啊。哦，一圈。高贵啊。归零的意思吗？归零。所以，把一切的所有。坏事或者是你的不好的事都抛到后面去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第三章跟第七章上重要，你若其中无成啊，中中算，重全部重算。因为我是看你信的时间，不是看你今麦拜完久的时间。你连一项代志拢信袂起，我还有啥物要把你斗相共？卖把心灵当作红啊，想要着圣洁，我想要等你边啊看。碧桃，你水蜜桃有吃很多吗？嗯，啊，我讲完了。啊，你除了水蜜桃，你还喜欢吃什么？没有，就水蜜桃。他说要钟情，你看哪一个是？啊，那我们有奶茶要喝吗？不要。那你要喝水吗？是，我们有可乐。没有。水蜜桃汁，你们给阿亮上次买的那个水蜜桃汁好喝吗？他说你说不，你说蛮好喝的呢。那是它的叶子，那是水蜜桃叶子。叶子有在上面吗？这个才是叶子。对啊，这个才是叶子。可能是尖尖的那里啊。梗啊梗啊。这个是吸管。吸管吸管。你把它插进去。这是水蜜桃汁。好的，我走了。哈？给波波了，他有奶茶。他什么意思？你可以站起来，把你奶茶摔一点。对啊。哎，你放多。